你轻点。让你们不听我劝，非要上赶着找人家姑娘。现在可倒好，人家不领情不说，还弄了一身伤。也不是毫无收获啊，正好是个好的开始吧。哦，好了，脑子让打坏了。林总，这次安心小姐应该原谅您了吧？嗯，背着我窃窃私语什么呢？你们俩开小会了是不是？哇！哎哎，痛痛痛痛痛痛痛！哎，你这个没人给你家林总上药了。上药这种事儿我能自己来。这个时候不帮忙也不要帮腔了，痛痛。不过还有别的地方需要肖医生。起不来了，帮帮忙。练我这人手挺软啊！哎啊！好，你下次再敢这样，你就死定了！哎，不敢了。不是吧？这也太刺激了吧！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是你们俩 CP 粉了。我是小八的黑粉，这不简直欺骗你感情吗？渣男粉渣他，其实也不是渣男。啊，算了，不聊他了，行吗？不过你也别难受，哪有我漂亮妹妹顾安心泡不到的菜呀？你这是放弃了一棵小树苗，可以获得一大片森林。你放心，什么小奶猫、小奶狗的，全都任你选。无事献殷勤，我感觉你有事要求我呀。没什么事儿了，就是你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呀？就是你哥他还是单身吗？哇，许悠悠，你想当我嫂子？你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明白吗？谢如安。别吐了，我吐了，快点挂掉。睡了吗？怎么样了？你怎么样了？怎么了，哥？没睡的话，把牛奶喝了吧。你进来吧。谢谢哥。哥。嗯。你谈恋爱了吗？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？你有没有谈恋爱？我这么闷，应该没有女生会想跟我谈恋爱吧？不会啊，我记得上大学那会儿，你每次回来书包里全是情书。你觉得悠悠怎么样？啊，挺活泼的。哎，不过你别动歪心思。你害羞了？我没有。你害羞了？哎呦，害羞了！你看，悠悠，别闹。
死我！啊，早晨叫醒我的居然不是工作，是早餐。起来。你怎么穿这么少就出来了？不冷吗？今天天气很热的。那也不行，感冒了怎么办？回去把裤子穿好。快去，听话。麻烦你了。好。哎，等会儿。帮我带句话，最近降温了，然后多穿一点，别着凉了。啊，还有，这个早餐只属于他，不属于那个叫顾安生的人，记住了，顾安生。哎，好。哎，让一让，听话的不会说。我教你啊，到时候你就这么说。来了。小王，安心姐，你这么快搬新家了？这是林先生给你订的早餐。你就跟他说我今天吃过早餐了，你原路送回去吧。安心姐，你这样我会被辞退的。林月，你竟然敢邀请？那你给我吧。好。哎，你留下来把早餐吃了再走吧。哎，不，我那个客户有句话让我给他带到。哦。安心，今天外边天气很冷。